现在肯定要死，当时那个消防员活该，那个都长记性了。我这是迫不得已的，你想想，如果那一下落在温情这边，来，曹经理，把那个桌子拿走来。过来吧，快去，那个桌子拿走吧。这个连你也不行，听到没？谁敢说我揍？谁敢说我？谁敢说我揍谁？就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还能揍谁？啊！这场想死吗？现在疼得要死，当初有什么情况？活该，活该！跟你长记性，我这是疼什么？我这是迫不得已。如果那一下落在温情身上，当当当当当当。闪回，闪回，闪舞动。总之，我爹娘可都是有名有姓的人，我最见不得别人给我瞎蒙糊了。但是他猛评他也不还的。对对，主，公主啊，都是将军的亲戚，未来的亲戚。走啊，爹，再走，多走几遍我们。哎，咱们有什么？咱们常看的书啊，别藏那些你弟弟妞妞的。你是江叔叔的亲戚。我呢自然是严厉的，有这个道理。他对我并不是严厉，只是不喜欢。哪有人不喜欢自己的亲生儿子的呀？你别瞎想啊！那些嘴碎谣传的，我现在是打字，打他们爹娘都不认识。就是哦，他不喜欢我阿娘，连带着不喜欢我。他觉得我不懂江家，不是他觉得我不懂，别人不喜欢我。我不是他喜欢的那种性格，不是他想要的继承人。他觉得，他觉得。对啊，继承人，他觉得从中家族不懂江家的家训，伴你们有江家的风骨，是你和蓝忘机合力，是，有江家的风骨，是你和蓝忘机合力斩杀突突玄武，浴血奋战了不起。可是我呢，我也是奔波数日，精疲力竭，一刻也没有休息过。对了，家训算什么？有家训就一定要遵守吗？哦，这姑苏蓝氏3000多条家训，每一条都遵守，那人还活不活了？这边拉走吧，这边。走，走。